接下来我们看到多选第二题，多选第二题，他说啊，袋子里面有两个红球、三个白球、一个黑球，球被选出的机会都一样。那么每一次取球不放回去，下一盒则对等。好 ，A 呢是说第三次取得红球的几率是三分之一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你当然是可以去用排列的方式来算。那不过我们知道抽签其实是很公平的，所以你第几次抽得到红球的几率都一样，所以第三次要取到红球的几率就跟第一次取到红球的几率一样。那第一次取到红球全部呢有六颗球，所以第一次要取到红球的几率就是六分之二，六分之二呢就是三分之一，所以这个当然对，不管第几次取得红球，它的几率都是三分之一，所以最后一次取得红球，这个几率也应该是三分之一才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说 B 呢，第三次取得白球，好，那一样我们就想第一次就好，因为第几次取得白球几率都一样，所以第一次取得白球就是六分之三，好，六分之三就等于二分之一，这个是对的，好，所以 B 也是对的。好，那第几次取得白球都应该是二分之一，好，所以最后一次呢取得白球也应该是二分之一才对，好，所以这个是错的。好，那我们看 C， 第三次取得黑球，那第三次取得黑球的话，总共六颗球一颗，所以六分之一，所以这个是六分之一，对，六分之一，所以这个也是错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些都错，就是答案只有 A 跟 B 是对的，所以我们选的就是 A 跟 B。